本周末即将在小巨蛋开唱的宋祖英，5号抢先曝光，请来鸟巢原班人马打造的服装及舞台。不过宛如女皇驾到，神到不行的宋祖英却传出得了小感冒，也让人担心她的天籁嗓音会否受到影响。不会，应该尽量不会吧。说是感冒一个星期，怎么也会不吃药也会好。我想这个还时间都够，没问题。此次来台尚未在公开场合开唱的宋祖英，歌声依旧保密，而他也透露了目前的彩排进度。华健今天应该来吗？对，他今天来我们和悦。那个周董还没到，还没回来，他在大陆啊，他在拍电影拍戏哈。对，他会赶回来的，不要着急，因为我跟他之前已经合作得很好。我们这次作品也没有太多的新的东西，所以合约起来可能也比较简单。我和华健有些橄榄树和大地飞歌，我们可能会要一些时间排练进行排练，但是他来的比较早，今天下午就会排练。这场有请民族歌后及两大天王的重量级表演可说是史上第一回，让人相当期待。